有彩色宝去踩，踩了蛮不错。那么一旦哎，先看这一侧，这个是直接是从脸上开过去了。哎，是想走好望角，那这样的话，没想到这个厕所这边是有人啊。MCG 也是属于这把慢慢控边的打，是一人一半这血量，哎呀，哎，我这打下来了，嗯。嗯，但倒地的位置正好是有一个背坡，不太好补，是把自己的站位往后拉了一拉。这样，机场岛上就一个队伍，但桥头还是挺拥挤的。好，斯巴的分数还是被三楼给拿下了。是的。哦，这是包围圈啊，这个拉的位置。是的。这个小的平台其实比较吃雷的，而且有个木厕所，是没办法帮你规避掉雷的伤害。是必然会有队伍绕过来，有那种车队交叉。再看一下近点这里，哦，悟空击倒一个，是选择直接撞。那其实这一波悟空的回援其实是有个非常大的一个收益的。嗯，在一换一之后的话，悟空又有一个多的击倒，不过现在人数是有优势的，已经锁定了在这个车后。看近点有人吗？近点遇遇屁股来人了，没，这个是没有听到脚步吗？我记得 Steven 是直接大脚步去拉绿玉的背身的，投掷物啊，在附近上、啊，对，我看有可能是扔了雷，嗯，然后这个没听到脚步啊，这个男孩一把手雷非常精准的去把绿玉给补掉了，我觉得到最后来人来撞，被闪到自己了。闪到自己了是吗？不知道是对面扔的闪、嗯、因为我只看到他扔了闪，但是我看他扔闪好像也扔过去了、嗯、不知道为什么自然后就切到他这里镜头的时候他就开始挡脸了，一波尽力啊、嗯、这一波冲锋让 XCG 打下来了。其实我当时觉得北切圈这么北切的这么北的一个切圈，是的，这个切角给到 GPT 以及伙伴们非常多的机会啊，这次过脸确实已经很难了。哦，最后一个夹在中间。嗯，编制上来看的话，差不多人数，就差一个人数，就是一切皆有可能。嗯、是的，那这边 XCG 也是很清楚，他把谷仓这一侧的防区给放掉，我让给 DSS， 不着急，我就架你过点，反正现在我们都在圈，暂时做个邻居，对于XCG 来说是能够接受的，毕竟初期是拿了四分。哎，这边怀民在车上被风打下来了。是的，他第一个人是被 I7 打下来的，第二个人是被 QM 打下来的。而且他这里抢的位置的话，这就是 Taro 想去的位置啊，伤的。而且这个厕所的开口正好是面对着曼宁的，而这一侧亨利是把狮子给打掉。嗯，还是马哥在厕所想丢雷。I7 也去了，那就三个地方去争夺这一个反坡。是的，亨利再一颗火，亨利这两天的状态确实是比较好的。那马哥在厕所里面其实有点难操作了。哦，这颗雷直接在倒地的之前把它扔了进去。是的。可乐这波要不是自己这个倒地之前就把雷扔进去的话，感觉这波 I7 就选不去离扔投注的。对。现在还有一个远点。想要去往前顶，他是要考虑到外面的远点枪线的。是的。现在远点枪线的话，就只有旁边是完全是能够是这个涉及到这一片的区域面积的。嗯，这没扔进去啊？好啊，这个火要练一练吧。这明明可以比较 easy 解决的事情。浪费了一颗火，扔出来啊，被反打了。哦、啊，还好没被补。哇，这波失误还挺大的，就有点拖时间，而且还多倒了一次。是的。啊、我们当这个圈型 MCG 在之前出谷仓的时候应该是吃到一部分的枪线的，而上来巨幅被 GT 是同时夹击掉。是的，完盆一瞬间跳了三个头是吧？嗯， MCG 本来是拿到五个淘汰，这波不着急，木子里倒了有反波可以先救下，两个队友是可以去给支援的。好了，他溜了，他旁边有辆车。这一分对于 MCG 来说，其实只要把这个信息记好，是拿不拿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。 JFY 在冲这个房子集装箱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减员减的只剩两个人，毕竟这么多杆枪啊。对，基本上我们平时经常说合圈合圈，看来有盒子才有圈。
一血就行了。那么北边的话 DT 跟 4M 的距离又比较接近，一旦这边接炸的话 MCG 是一定会过来找机会去拿分的。嗯，哦 DSS 已经打了一个，应该还有最后一个 GF 还有最后一个人。是的，这边小海已经被补掉，然后另一边的话六一是把龙之拳给打到了。不是吧，失误了 DSS， 因为 DSS 扔了一颗那把队友炸倒了。这个有点伤。他本来应该是满编的。是的，这波扶起来的话还有三人编制。我真的看吐了，这因为李白上的时候我都看到李白往房间跑了，然后旁边队友还扔了颗雷过去，我觉得他真的是没有沟通好，这什么要我有点瑕疵，确实有点瑕疵。啊，这边的话 4M 应该有点难进，应该进不了。我这边对的，因为现在血魔他本来是想要进坑清人的，但是由于 MCG 原点的枪械呢一直在限制他，过来反打一个想补人，但这个时候又好等好了 DDT 已经在等好。哎，小鹿打了一个，哎有机会，哎有机会再来，血量已经不是很多了。是的，他而且他第二波的话就是瞄点还比较紧急嘛，他不能停。对，那的话 DDT 只剩六一一个人， MCG 选择直接大军压境要清人的，这个时候翔鹿也是对他也是打了个 MCG 这个剧本啊，走 MCG 路线想要去把整个 PR 的分数全部拿下。哇 MCG 也遭了 summer 了，独狼先互换吧。 summer 埋着一个，对，多两分，独狼加一分排名分嘛，这一把 MCG 嗯还有机会再杀，哎呦，怪兽快到了，怪兽反而是这个独狼当中的幸存者。怪兽毕竟有缺，204两个人，是的，就一摇头，这边能救，还能保持一个三人编制。哇，这个圈型悟空看到，就看，哎，我也没看他上几颗烟。哎，我上来上车直接被打下来了，居然架枪台打了一个烂人。嗯。那人是可以救的，不是那么好打。嗯。怪兽山坡上就是高那个围墙好打。是的，打了一个。血量压低，其实还有机会。这烟雾隔开了，就是全是一打一。哎呦，这个血量有点不行了，蓝圈来了。是的。啊，这个很伤啊。他被蓝圈烫了两下。啊、三打，哎，你倒是。这吃了一枪。这个他放的位置是把兄弟放出了掩体之外，露了半个屁股在外面挨打，特别经典也倒了。 XCG 有机会，这个时候选择封烟拉过来，洋洋最后收下一个人头，恭喜 XCG 九个淘汰成功吃鸡。是的，这个这把 XCG 他犹豫了很久看着。